今天在丹麦来看世锦赛，是小戴打的最后一届世锦赛，所以我们就捏紧裤带从英国买了机票过来看。但机票没有很贵啊，来回5000吧一个人。但是这里的住宿还有生活成本很贵。对，我们住青旅一个人也要1600。好，反正就是这样子，我们现在就要去看世锦赛了， Go Go， 拜拜。哇，好拉风，到世锦赛的场馆了，就他贩卖部竟然就在外面，感觉都没人呢。对啊，怎么会那么冷清？我们买第一天跟最后一天的票，第一天是台币大概快1300，决赛买的是快2000吧，而且跟全英不一样，他不买半天，前四天的票都还没卖完。那我们明天还可以再来？明天要去市区玩，去市区看淘汰的。怎样？这体育馆真的盖得好漂亮哦。它的广场内超干净的，跟那个 Birmingham 差超多的。是因为没有人吧？买了一杯百事，180。我们是第九排。哎，我们在第二排耶。我们就在杨伯轩正后方哎，做个加油板。赶快，杨伯轩要顶不住了，你坐快一点。编号是9，就是海景第二排，真的很空哎。加油！你这这么小声，他听不到。我不敢喊太大声，太安静了。等一下会傲人从上面走下来，你看他走上面。哦，升降梯，好浮夸。太帅了吧！这样他们在等的时候不会很尴尬吗？是 idol。日本队的教练。帅哦！啊，因为他跟山口真的比较矮，非常的失礼。他本人很小只哎，就很可爱，迷你。是托布啊，那个黑衣服那是伊邦利。伊邦利是哪个？黑色，他是好像是德国的吧？哦，所以就是三个。对啊。嗯。那这个是几？这是2。分歧有打。对啊，他是这边。女单现在比到这里了。啊！你们觉得米芝农鞋子真的都很好看吗？特写一下米芝农的鞋子。他的那一双真的蛮好看的。挑战的时候会有羽球的心电图。好久没看到他打比赛了，在转播上面。我过来了，想欢迎。他想跟我嗨，融化了。印尼的女生超级高哎，男生发球的时候他要蹲超低的。灌篮，哇，真是灌篮哎！第一次看到 Pranoy， 那时候在全英没有看到他。哇，这个芬兰的也很勇哎！哎呀，翘课。哇，好敢放哦！后劲又来了。哇，这个叉腰要这么帅。Look at you， 加油！加油 ！Look at you。真的，他很帅。我每次只要开始录，就会出现这种球。啊！期待人他没有带教练。真的吗？哦，对，他自己来。孤独的勇者，他刚刚杀完还哭一下流泪。他真的是偶像。跟拉武特。他上次泰国公开赛打赢龙哥拿冠军。天哥来喽！你还可以看他被大腿撑爆的短裤，那是他的招牌。你很变弱啊！他真的每次打一打都会炸出来那个肌肉。高姐来了，所以教练会比较晚进场。哦，硬币丢赢了，先赢一半。来欣赏国栋的疯狗流打法。他没有在减速的，全程加速。啊！你看他只要有起高，就是跳起来给你灌篮。对，这
是疯狗流耶。他奥运的时候就是这样把吴嘉浩打到怀疑人生，让高姐登场了。欸，他在跟他讲战术，我以为他是心灵支柱而已，结果他真的是兼教练。你有没有看到，才第一局他的大腿已经炸裂了，短裤已经爆开了。看高姐跟他说没事，你做得很好。他在这边脱衣服被教练引挡住了。我靠！接下来是这一趟最期待的纪念品店时间，看会有什么好料。这次纪念衫120克朗。BWS 的哥本哈根。哎，这个不错哎，他是现场拿那个素梯，然后去后面直接印给你。对，你就可以选上面的 logo， 有这么多种，然后每一件120。他还有卖羽球的伞，好好笑。钥匙圈、行李吊牌，然后吉祥物。$120 and $120 and $100 Yeah, but because you bought two of these, oh, the discounts. Yeah, bonus. Would you like it back? Yes, please. 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. Have a nice day. You too.Shopping 成功，买了6件衣服，4件拿去抽奖。这次的抽奖我想要放在影片里面，不要写在标题资讯栏，让有真的看过影片的人抽就好了。OK， 现在就是抽奖时间。评论的时候偷偷加3个惊叹号，这是暗号，你加3个惊叹号就代表参加抽奖。一个嘞？不行，你一定要3个，要3。那6个嘞？不行，你淘汰。恭喜加油！刚泰儿跑去贩卖部买吃的，这个披萨38，热狗43。你在欧披萨还是欧许文琪？我是谁啊？啊！结束好突然。18-19落后，教练紧张到抖脚。胜赢了，太狠了！第二局过1-7，杨灿他是龙哥补习班的，加拿大的一丹。无用冷知识：地板的剪影是羽毛球。胡子佳来了，你身上发型跟之前不一样。打球那么帅，可能因为他换教练。然后桃田是被取一耶，我看 Wiki 发现了。世锦赛只要再有一个人退赛，他就能打。他这场很升频率很高耶。全运会都没有这样，他斗志高昂。教练刚刚说注意啊，有侧风。这个侧风连在观众席都感觉得到，真的很凉。我看你刚刚拍的，1-2-3，哇，很赞哎，超级。可是我说王子维会不会在场上换衣服？他有没有这个习惯？我国破见你去开箱看守所。哇。哇！哦！哇！干净利落。刚坐在那边，选手都直接离场。我们以为世锦赛没有签名环节，其实是你要到走道的尽头，就他们离场的出口，这边会卡一排人。哇！他们现在自拍了，这是陆光组，很多法国的粉丝。灌篮！哇，赢了赢了！再跟你分享个无用小知识，这些线绳他们都穿同双鞋子。他感觉要去那边比较好。挑丹麦的先。哎，你会签到不同东西哦。哎，我敲了敲。谢谢谢谢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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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签到了、哦，那、啊、你为什么签到丹麦的？不是，因为我是这样子拿着，然后他就自己拿过去，你有没有把他抢回来？可是你知道他的签名是长这样子，是一个 W 哎。还是丹麦也姓王？他们是不是故意把丹麦都排在晚上，累的人下班就能来看？哦。路过一间很帅的店，光轮2000哎，好帅哦。20000哎。但是你买，你就是最拉风的人哎。你要买吗？反正肾脏有2颗。